倩蓉常常会在社群分享婚姻生活。最近她表示，老公大约18年前送她劳力士手表当生日礼物。有一天她发现指针没在动，于是拿去送修，没想到师傅跟她说这是仿冒品，让她当时觉得有够丢脸。后来她回家后心平气和跟老公说，我生日你买给我的劳力士是 A 货。老公惊呼说，怎么可能，难道是我被骗了吗？老公说手表是购自香港的钟表街。后来老公还麻烦香港有人协助退货。不过后来他透露，18年后其实真相大反转，因为18年过去后，他傻傻以为是老公被骗买到 A 货，但真相是他被老公骗了。因为最近他提到这段往事时，对方竟然跟他说，当年他早就知道了，因为在香港钟表街以那么便宜的价格买到铁定是 A 货。对此他暴怒说道，明明知道是假货还送我，直呼老公真的是臭男人啊。